还有宅男粉丝拍影片声援，只是公仔事业运到底旺不旺，年后是否真能印到碗盖上，就等泡面厂商听见正妹的心声。东森新闻卢品农、陈如意台北报道。 不过想要个公仔，结果呢？不出嘛，人家是个女孩子，这样多难看。昨天晚上来找我 Q 啊，是哭，哭啊，撇树，你知道吗？随便啊，反正一样好吃。 朋友啊，吃了13年，得到什么？公仔呀！你这样对得起啊？我为了这件事情，你知道我多久没洗头？今天。 今天只是给你一个警告，下一次，结束。好，结束。结束 END。哎，怎么关？哎，怎么关？啊，按抛了，抛了，抛抛抛抛。 哎呀 ，POWER 力量。